十元一下伏地挺身。两百，快点，干嘛？我先开个电风扇啊，有点热啊。十元一下，我太亏了吧？可以更改一下规则吗？100块一下好不好？怎么好像变成夏天呢？哦，怎么可以这么热啊？啊，干，还欠几下？啊啊，我好像变成肌肉棒子哎！啊。180，再换一件衣服好了。啊啊，这个比较清凉。嗯，我好像比你实况子还敬业，一个实况换了3-4套衣服哎，还脱衣服给你们看呢，我好像很敬业，好像骗钱的滚了没滚几下，啊，再滚再滚。好像要买那种会回弹的，这种不会回弹的，好像我做几下就好累哦。啊，好酸哦！还有没有别的？改做仰卧起坐好了，改做仰卧起坐好了。改了也没做几下，改了也没做几下啊！伏地挺身我直接50下，啊，好像太久没做了，怎么做个15下就这么累？哦，先欠着好不好？怎么做15下手就这么抖啊？还有没有别的？开合跳好不好？好像只有开合跳可以连跳200下哎，开合跳可不可以？老哥你看吧，改了也没做几下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，距离上一次做伏地挺身是2年前新编日记啊。啊啊！头好晕哦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穿内裤开合跳，蛋蛋会不会跳出来？应该不会吧？还是买沙袋打拳击？看好热哦！还有没有什么？可以啦，滚轮，我慢慢做嘛，总有机会做到100下的。一次做那么多，肯定没办法的啦。啊，干什么那么热啊？现在是几度啊？夏天到了是不是？在家嘛，在家嘛啊！现在要做什么？现在要做什么？要！我加码，我直接哪一个？江湖蹲下，忘记做伏地挺身，滚轮还是什么？我直接做。开合跳，倒立，倒立我不会，倒立我还真的不会啊。波比跳，不是波比跳，我直接气喘发作。啊、哦，要跳什么？来，要跳什么？开合跳好不好？直接200下。没有200下我不会停，可以吧？我一定200。停了怎么办？停了再加50下。你要不要先装水？好像缺水。啊！啊！
头好晕哦，我是要死了。剩下欠着，负几下，负200下是不是？好了啦，老哥，祝实况顺利，多发 YT 影片赞赞，最有料的就是你。谁？啊，500，好，OK，明天还，一定还。50下而已，轻轻松松，一定还，一定还。剩下欠着，感头好晕哦。从明天开始每天运动，现在欠几下啊？500下是不是？为什么现在连跳100下都那么累啊？干，我记得我以前新兵日记可以一次跳200下哎。不还也没差啦，支啊！持不要你而已，加啊！油，爸先爸，闪别了，走有机会再来。啊！都是我不好，为什么我体力这么差，我跳不完，为什么？